本港住宅楼价连续两个月回落。差饷物业估价署的统计显示，上个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80.4，较十月跌0.1%，令到今年升幅收窄至到0.3%。其中1075平方尺以下的中小型单位楼价连跌两个月，按月跌0.2%。大大型单位的楼价就结束四个月的跌势，按月反弹近1%。至于租金方面，整体按月只是录到轻微升幅。